我就想鉴定15个酱球出手，但是连续15个白板，是不是我就得多？血战到底了。老板想拿武艺给浩提升，老王竟一连开出15个白板，直接血战到底。紫禁城带大海龟、内马尔、哈兰德、姆巴佩啊，齐达内，别的看不出来。这姆巴佩应该是龟丞相或者是忍者神龟。齐音三叠高龄有套装东海渊没神器法伤，我靠，东海渊法伤都1800。武器带的是无级别，不用从别人借钱，钱永远花不完啊。东海渊现在有神器了是吧，怪不得伤害这么高呢，伤害91。头项链腰带的话其实你没有必要更新，你就更新项链就行了，项链如果有2400万以内的130就可以干。先来15件吧试试。219简易，219简易，219简易，精星罗汉，琴音三叠简易。腰带现在一个愤怒我们还是能回本的，一个不磨套装还是能回本的，腰带除了专用恶心。174 170 175 179 192连续10个白板，11个白板，12个白板，13个白板，14个白板，15个白板。兄弟们，其实刚才我就想鉴定15个价就出手，但是连续15个白板是不是肯定得血战到底了。全腰带了，就指望着出点愤怒特技了，无级别愤怒了。腰带只买2690的，超1块钱不买。再拿4根凑100，想走一个团购价，这个贵了60还好。紫禁城的吧，紫禁城的。一个愤怒，一个套装，连续15件白板，第16、第17、第18 ，OK， 获得了一个挽尊啊，挽留住尊严的130永不磨损腰带啊，武艺资源稍稍微微好受了一点点啊。